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好这节课我由我们总理府委员，我蔡蔡员蔡委员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哦，还有几位后面。看看 少一位哦，哎，那个王教授是吧？还少一位哦。到迄个咱各位同心哈，给来积节的心哦，也比较特殊一点啊，较特殊啊、哦，因为我用的题目是《白色之恋》哈。 没有啊，不啥电啊，你看看,你准的准的了你看,看来，是那村的全部电啊。你要我怎看嘛来？这个白色自恋哈，小弟我来特讲吼，什么叫白色啊？啊，为什么自恋哈？这个恋不是恋爱的恋吼，你来读百家语吼。 眼睛不看的话，哈，讲嗯，看那个白色的恋爱，白色自恋，哈。小来讲，哈，我现在讲，我们早上那个秘书长，哈，刚才我提到，哈，很简单，有功怎么从大陆逃亡，黑伯西那讲，我如果他有时间，他是非常精彩，做精彩，那个三千公里的流亡。 吼，都多忙就对了哈。能够在迄个中国大陆，遐那严峻内底、封闭内底哈，他竟然可以脱逃。他首先去投资了，去投资啥？投资体育校，底下办教育。他办的很成功啊。老实讲，咱大人理解啦，因为他以前在台湾的补习班待过，他知道。啊，所以呢，一些爱心吼。 如何整顿学校？所以伊你好好出来以后，会考到北大，还有清清华大学，你中国大陆拢真有名嘞。点这间校个时阵吼，伊伫遐班的学生，哎，恁感觉很奇怪哦！你即间校个时，哎，竟然有法同学考到北大、清大，所以名声直直起来嘞。但是你这中国人，你知影吼，伊就想把欲甲你吞噬，欲甲你吃，哎，这個过程哦。 嘿，老实讲，秘书长也无咧时间，没有充裕的时间通讲。但咧过程，是电我咧讲的先咯、哦。因咧食迄种方案咯、哦，迄、那个吃相非常难看。你食咱台湾人吼、哦，唔是食秘书长遮年呢啊，食真济就对啦。我用这个机会简单讲一下，你讲，从我一个朋友当初因买底呢，要上海投资呢，小米冰淇淋呢、啊。 你那、你、你知吼，小米冰淇淋吼，那么厉害吼，因投资立地呢，伫迄个上海吼，有条一条路，迄叫做啥物啥物路进入面，门市不低啊，但工厂设伫较郊外，因为投资的时阵吼，迄阵我就甲讲买啦，迄、那个所在你若要趁钱哦，你当台湾好啊，做落啊，对不对？他不相信呐、啊，因讲安那呢？ 有上海吼、哦，迄、那个财政局的局长是做了高东啦。哦，那呢？迄个上海迄、那个大地区吼、哦，真侪遐的书记拢走去中央的嘛。所以伊的羡慕讲有个财政局的局长做高东，所以也袂去啊。阿袂也行咯，但是我我多还有朋友嘛，只有甲你讲了吼，你不要后悔。 结果你也知道，因咱的董事长哦，咱的做，甲总经理啊，咱做，但是副董事长哦，因做，啊加啥呢？迄个会计因做哇，我阿咧会计的整个掌控、那個，迄个迄个公司内底迄个，咱们咧把佮当水牛烂啊，啊个总经理也烂啊，书记咧换，来总经理啊吼，好，啊当水牛的来来去去哦。 因起拢住伫对呢，上海五级的，迄、那个普多曼，迄、那个大饭店拢有住伫遐。即马开始，这个过程吼、哦，我讲啊，因开始咧走，诶、欸，不错哦，迄、那个生意直直起来。然后呢，因遐、那個、中国遐股东就讲讲，诶、欸，我们现在生意不错哦，我们要扩大营业。我想问在座的领导，投资者。 如果我有探钱扩大营业，我想带来那会业绩嘛，OK？哦，第一季吼、哦、就没有什么忧郁了，好扩大营业，安、啊、那增资，爱爱增加资本呐、啊，好啊。迄、那个阮的朋友就讲好，咱贴出来，啊，贴出来是锐料吼，跟两三个月料吼，诶、欸，因那中国遐股东吼就讲啊，吼、哦，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这个我们业务哦一直在发展中啊。 最近现在怎么样？我们还再次增资啦、哦。吼，有些要扩大营业，然后把工厂扩大。啊，但是董事长啊、总经理讲，啊，了要增资几高个呢？别个增资啊，啊，钱寄水也别个寄到转来啊，啊，趁钱看有没有错啊，有有生利好趁钱啊。崔玉根家里讲，我我看别个增资啊，对不对？搁增资嘞，好，啊就，那搁台湾搁借钱较落嘞尼。好，今嘛搁两三个月了后吼、哦。 你第三次要增资啊啦，而是中国下下股东的都讲，你看现在我们必须把工厂扩大文、喔，门市部吼还是可以整修把见工厂扩大，哦、喔，咱一定要再增资，咱盈利也是呢，要愈做愈多越大。结果，咱台湾的，就是我那朋友讲，吼啊那个增资啊那个增资，那钱在底里贴的，钱也未看到也未见着的，啊有盈利没有错啊。 生意不不错啊，但是我告诉你，他就已经准备的了，步步要逼着你。今卖该讲安那呢安、啊、这样子好了。哦，因为增资两次哦，你们都拿现金了，这样了，用我们公司工厂名额去贷款好了。你那不要再拿出来。咱个董事长和总经理想讲好啊，咱免个克出来啊，你去了用迄、那个、个工厂公司吼、哦，迄、那个贷款安尼啦不错。 我哋咱人面个计出来啊，哦对不对？好，起码贷出来遐钱吼、喔，他们也摸不到，啊准能够看得到。你把公司的会计拢也咧掌控啊，对不对？安尼就买，啊，是讲三个月了吼、喔，开始啊，哦、喔，同样诶，就讲，吼，我们现在做几次增资的钱咯、喔，生力也如来如好。那我们这个工厂咧，迄个。 还是要再继续扩大，吼、哦，安尼对着这个时代的对，因为你成立后，你工厂必须要扩大，我们员工啊，必须搁搁增加人做啥？我们怎么样呢？再增资啦，哦，你应该知影，这个是要你逼退啊，你知影无？迄、那个面都出来，你知影无？但是你阵你还没翻脸咯，刚刚叫讲再增资无？那我们台湾的董事长、总经理，呼、哦、还是变呐？ 啊啊！规、啊、个个添落啊，啊，生立了好啊，啊也未分着钱，一次、二次、三次，拢伫咧增资，到尾连工厂土地去贷款，咱也无无望着钱啊。结果吼、哦，伊讲不要再增资的啦，吼、哦，要目前这个情况吼、哦，也工厂也有贷款啊，咱吼会当趁偌者吼，伊个无钱啊，借出去会当收你一瓜，对毋对？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都不是中国要股东的想法的嘛？结果马上就翻脸了。用这样子啊，你不增资的话，你把股份卖出来哇,哇？我很简单哦，他不像信，这些经商人的代志啊，股东来的平常货，大然的这样子，对不对？结果一别个急啊，已经时候到了，你知影无？你讲阿伯，你把股份卖出来安尼？啊，小细来讲啊，啊、嗯。 你叫喊咩？爱讲咱咧，这样子，你如果不能我把股份吼、喔、卖给你们好了，嘿、欸，该讲安尼啊。啊，你前下要争取一届、两届、第三届，已经是去用土地去招啊，对不对？咱那我党搁争取个过六千万块来，伊即嘛用逼着你，对不对？啊，无股份我别你呐，啊，做、啊、股东来先，无你卖我，无我卖你，安尼样，就是这样子，要逼退，搞不咱。 咱台湾人，即个因开会哦，上就讲，哦，即来招你来哦，咱就无底洞了。三不个，一个增资，三不个，你你死啊，对不对？规去到家切七七安尼啦，哦，因为怎么讲呢？用这样子好了，哦，万的股份哦，就全部都卖给你好了。安尼啦，你要想，这里、個、是、那個、中国迄带吼，因为主要的是边啊。 我要价你嘞嘛，伊讲我卖给你这是价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讲好啊，无如我过好哩，好，开始落写，写我规个让渡整个工作呢，即摆写了是哦。开始怎么一浪灯后啊，开始讲这样子，因为公司吼所有的钱都花在怎么样呢？建设哦，迄个买机械啦，啊，工厂工地的中间。 没有现金呐、啊，等公司有赚到现金的时候哈、哦，再慢慢分给你了。哎，你看啊，好你签了啊，规个拢黑了，大概你讲安尼啦，那你说怎么办？拍拍屁股回来，因为你那个想掂啊迄个心哦，你可能走走袂离啊啦，叫当地啊乌道什么小，家你迄落啊啦，佫知你住你迄落迄落普特曼。 五千级的遐店對,对，拢知道你对戴先哦。我讲啊，因为总经理甲当时长吼参详讲，好啊好啊，即吼迄落一个外国请个同学倒转来，无多烫过你看，就这样的，这这是真正千真万确，这唔是讲制造出来迄落故事哦。還有一件你啊知呢？咱迄个兰博基尼真有名，做什么？做迄落螺丝无？迄、那個、螺丝的时咧，咱的。 迄个啥？咱咧做螺丝的、就是，咱咧讲咧收迄个迄种螺丝嘛，吼螺丝恁恁调无？哈？螺丝帽迄种的螺丝嘿，螺丝帽嘿有无？真有名啊？咱咱,咱台湾吼做做做吼，最大最大可销到欧洲，销到销到哪里？可销到苏联，你知影无？咱这个物件真好啊，结果呢，落人因小可生啊。 哦，中国大陆那些土地又大，人口又些、那、的、個，公司又便宜哈、哦。你们可以把这个工厂哦移到那边，在那边发展。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可以在那边又发展到欧洲去。哦，我天天那个威呢，结果他们市场没有错啊，土地真大，和你和你去好几个工厂安尼，又在你去的，他都五年免税、哦。我爱的香港哦，托你阿去外端，迄、那个工厂去外端。 结果开始呢，拢 OK 的运作的时候吼来啊，迄叫内神通外鬼了，安怎么呢？起码开始做做水拢很正常，外销店不对？因为内地有中国的那员工伫内地嘛。起码有一次，比如说讲我我山东省啊来到你的四川哦假设了吼，因呢可以开什么呢？叫做 local LC 啦地方性的。 信用状啊，咱的国对国做过啊吼，迄个唔是，咱来开罗斯过的是，看物件是你让银行付钱对吧？但因中国是有一个 local，就是讲地方的，我即性开即性，合理的是物件一个兑现的哈、喔。啊，即嘛吼，就是讲公司啦。哦、喔，比如讲来咱家讲啊，你这个螺丝嘛，这个好，这个这个相当有品牌吼、喔。 我们公司呢需要买多少多少这种哎，那个多少公分多少这个螺丝多少瓦钱呢？我阿咧讲讲咧价钱都 OK 了啦。制作哈，这两个厂房咧，就是、成千咧哦，这个厂房遐那济了，因为在中国市场真大嘛。啊，所以他讲说，我家你订这个两个厂房有这么多的螺丝嘛？结果怎么样呢？三？ 我开始后就通知讲吼，要来验收看物件，然后一看心吼，来底的嫌，嗯，不行不行，我们原来是几分几几寸几分的，你现在少了那个，跟我们公司的规格不合，嗯、欸，你来讲啊那，就没有，当初你讲是做几寸几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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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沒有,沒有就是我们讲的是几寸几分多少呢那，那不爱跟你要这批货了。 啊！即嘛，迄个、迄、那个中国迄个股东哦、喔，轮呢？他妈的，买东西怎么这样？还假美，你知道不？他们有时候都会假骂，不是真骂，你知道不？还没有咱当，然、那个董事长听了，他们骂这个什么鬼扯，什么什么？哦，我们要做大声还搞起的内审呢。搞、那個啊、不发现说内审怎么样呢？即嘛，买卖了吼，卖呀卖完之后吼、喔，哦，人公司的董爷，就以后那个董事长讲哦、喔。 他妈这个不是人，怎么的？明明讲这個怎样子嘛，怎么要和董事长相信讲你是真正咧替公司在讲话的了？啊，就嘛，甲董事长讲哦，好，这个哦，占了两个仓库哦，时间越久，我们这个东西会生锈啊，哦，会变成废铁，而占了这个这么大的厂房，如果有机会的话哦，干脆就便宜卖出去好了，诶。 慢慢，伊在在给董事长注销呢，吼好，嘛见过心咯，讲过料心咯，过几个公司咧，讲想要买迄个螺丝帽嘞？迄螺丝螺钉了吼，然后来个，阿老公，我们大概要几寸几分的？哎，含那乘客来订吼，很接近咯、哦，可以哟，吼。阿老来公，来来，我们这边有现成的，来看好了，而且款式真吼。 其实这批货呢，就是要卖，但是他不讲这个嘛，跟我们公司那个有点差别哦，还是不行，还没定做好了，重新再做，安尼，这嘛那个内鬼哈、喔，来贵呀，老公，哈、啊、呀，你这个差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公司为了清这个工厂啊，些便宜卖给你呀、啊，哦、喔，我来底下，安尼一来一往底下讲个心哦。 那个公司好像非常勉强了。好了，好了，好了，后来，吼，啊，怎么卖？怎么那个阿德迪尔计算多少？两个仓库还有螺丝，螺丝哈，就最后就卖给他，卖给他还行哦。当然那个当时丢掉，你看嚯、喔，这个仓库掀起来，这些物件吼，如果再继续变成废铁还是生锈嘛，对不对吼、喔，好像功劳一桩啊，那对没？哎，来经过武当吼。 树底下迄、那個、探听的时咯，看迄、那個、奇怪啦。后一个讲公司买买，向咱两千库的归拢买去，创啥？所以你要打听呢。原来在米家就是那个公司要的，出面来买的人，跟最后第二批买的是公司内的股东。啊，头的时的员工去个哩，遐、那個、股东去个你买，去、那、嫌、個、啊。来，最后一批人在股东去个买，这批货就是他们要的啊。你知道吼？ 就这样的内神通外鬼，哎，那假人打人狼啊！哦，像这个这家这个很普遍咯、哦。有一个些很可恶为啥个呢？这个公司的事哦做得真好啊，结果呢过年，伊要当来家因妈妈祝寿了啊顺便回家过年了。另外那个公司来电吼，突然间伊要车要开啊、哦，要机场吼。 都有一个经历啊，喺中国嘅中国企啊，哪吒的哎，董事长，哦，这个礼物是我们这边几个员工吼、哦，要跟老太夫人祝寿啊，顺便的祝他过年哈，安、啊、尼啊，这个，诶，麻烦董事长收下呢、啊，因为当时你有迪车顶啊，卖机场啊，喺苏记兰中国人啊，对不对？ 好好,好，我们要赶赶快要到机场去，然后呢，当时因为黑的，一个行李箱进来黑的就落来啊。我按说一开啊，这这唔在什么空机啊，什么我去没见啊，对不对？就落呀，就到机场去。机场去是，然后就要办办那个 check in 哦，对不对？结果哎，你也看哦，那边海关那边呐，来来来来来来，一种什么大事呢？来叫去，来得另外一个房间呐。 特别要检查，你把行李再带过来，对不对？也就别去看一看，去起来内底，那人是四合啊，备份你知道吗？毒品呐、啊，毒品呐、啊。在中国内底，迄四合啊，还是，一等啊，咱台湾来写的吼，他唯一是死刑，你知阿无？一杀人呐，伊讲无咯，这个啊这人是阮的员工吼、哦，要生活。 送我阮的妈妈，因讲老太夫人要住宿，要要用个，没有、哦、这个事。好这个代志，你身为董事长的心咯，你这个物件能送你，你为啥无看无穿晒呢？白无咩没变啦，你你你无当变你法啦，伊根本就有心去来来贵烫因啊嘛，对不对？结果伫个房间里底，你也别让请律师啦，你也没有办法去去向外什么申诉，很简单，伊给你开两个条件。 第一，你也知哪呢？这个备份毒品哦，在中国是是违死刑，哦，这是點第一点是你，你点么想呢？你若要保命啦？你是把其他家公司的所有关联哦，拢放弃？我想在各位啦，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哦，你们会选择这两条路？你会选择哪一条路？哦,嗯、哦，对，我想大概。 心痛手心嘛，我们也报得较要紧啦。你别含这样硬，那么钱啊，你无爱心哦，百分之百，伊就该要定罪啊嘛。因为迄、那个、迄、那个物件，滴大家对不對？结果呢，他当然选择和咱相像，保命住下。哦，我的公司来底我下面啥物事，哦，对嘛，要、啊、用旅游我都全部放弃，我要等下台湾，就这样留点命回来。这是千真万确哦。 所以我中国大陆的心吼、哦，别讲你加你的心吼、哦，反者每一人行业每样物件的方式不一样啊。但我讲你加的时咯，我壮大吼、哦，恁底下投诉无门呐、啊，你咪讲啦。我想讲，因中国较早的时咯，用迄、那个迄、那个土匪、那個那個、啊，伫山东土匪有无？迄个迄个山贼啊，阿真呢，啊，树我栽，啊，路挖开诶，你们要过去拿？ 买落回来一样嘛？啊，即个我壮大了时，你要干呐？尤其是讲你当人只，了你等于是公共的配备，讲好，我伊要红救，我也了是到等下，一讲一个句个时了，人讲，啊，即啲你唔在遐挥霍掉个，吼，你唔、哦、当遐起老山起无业冲啥个吼，会变成老百姓哦，讲啲这些是那来无实力啊，你也袂相信啊，你知影无？会变做哪？ 啊，无你若媒体哦，你若看视阵，世界五界出来，你若讲，嗨看拢安尼呢，就无啥爱看。那变成中国诶时，它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看，现在它会壮大，也这么大。黑龙江咯，我讲起来，当初开放的时候，我有去中国大陆，我的、哦、那团队去诶吼，迄了有诶。你你想啦，今天你若去去往里人吼、哦，他那个护照啊？ 給你盖个萤虫呢？哦，各位同咱在座可能拢拢无即个，包括咱即个拢不用盖过萤虫啊。啊，这萤、個、虫对他们很伤啊，但伊唔知道啊，伊就讲我的共产国家的时咯，我不能跟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啊，生活那么腐烂呢、啊，对不对？那也是爱东西去找女人，所以饭店里对吼弄公安的嘛，你中国小姐进去不可能啊，啊，所以呢。 后来，来，来，就盖个萤虫。诶、欸，但是呢，他们在外面的华侨啊，上面亲中国的华侨，一直逛逛，诶、欸，你这样子，男人到那个天堂去，就是要在那边，去的少玩一些啊。啊，你盖萤虫，啊，以后这这条路就不了不样，这可以替我们国家赚外汇呢。嗯，嘿嘿，但比今年哦，哟，慢慢的政策就改变了。 本来迄个公安呢，可以知道没？女孩子决定不能够进房间呐，啊，现在慢慢怎么样？可以呢，开两个房间，嗯，啊，伊来去住，对不对？啊，台商来去住一间，啊，迄个中国小姐住住一间，诶，才慢慢开放。你不知道说，你中国大陆小姐去开房间干嘛吗？但是呢，诶，慢慢的，伊人呢，嘿死要面子，伊来是吧呢？嘿，公安呢，知哦好,好，你小姐开一间，你开一间。 还是刑事呢嘛，啊、要他们是爱用的困社会吗？他就这样子，好，啊，就慢慢的心吼、哦，你拿给那个房间的钥匙哈、哦，说是哈，啊，你就可以主达到那个台商那个房间了。他一点别动，一点公安的心吼、哦，你要说，诶、欸，你这个钥匙从哪里來,来？什么什么的，麼就给你两家，你别动。吼、哦，结果呢，怎么安会当台商的先了，你就讲来，我几号房的房间给你。 他一步一步慢慢来的心哦，都是伊硬人笑啦，花田吼，以前盖烟囱的遮都无伊啊，都在探外汇啦。每一次当的时呢，我或者查甫人去滴啦，包括外国人有个台商啦。这个这个台商的时阵吼，去填伫中国大陆吼，去填偌济呢，拢用台币换美金去。的。那时候开放的时候。 三大件啦、啊，四小包啦，几包拢拢拢换美金啊，安尼去得啊，所以造成他壮大。啊，伊阿哥是呐，哥民生爱心咯，哥开放海边个探亲咯，对毋对、啊？迄探亲个心，变成把咱个台币一直换美金过。暗仔个心咯，因即摆开始帮助迄边经济个心咯。那时候咱是两千七百万个人口个心咯，咱就已经外汇存款八八百四十几亿啊。 结果，中国到了十亿的人口，他的外汇存款或者四百亿尔。那么多點的人的钱，外汇存款四百亿，咱两千七百万只有八百几亿也打不，也赔起哩啊！你看的是咱台湾的生产力，看台湾人活到轻松，活到赚钱了，连过年都在赚钱啊！都放假时咧，台湾是阴家崩。啊，所以呢，哎，这个政策一错误为先呢，咱的美金咧流失，滴流失去。 但咱大陆做个探钱輕輕啊，做金钱啊，刘诗雨个探个，刘诗个也探个，起码现在还要保存专线给我们第四名嘛。外汇存款哦，起码这边近两能个国家，我们还是占第四位哦、喔。但是目前咱的生活为什么那样艰苦，现在困苦，做一个政策的问题嘛。老实讲，今仔咱大陆呢，过得做富足的啦。但为啥感觉就台湾头个台尾的开心哦？ 拢是咱到南下埔啊，底下来捡迄落、迄落回收，为翻了靠回收的生活。而且是呢，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咱的小朋友没有营养午餐可以吃。你想象，你现在看不到的是，我咱的小朋友是未来的主人翁呢？为什么无营养午餐？为什么营养拢争来争取公？ 迄个军功效总演的蔚老真帅，一蔚老是一单是几百亿个呢。咱的小朋友家一年才是一单甲两三亿尔迄个肥鸟树、肥鸟啦，著是迄个中钢啊、中油啦、啊、有无台台电啦，迄个企业子公司、分公司，然后退休的来，伊个政府为了掌握因即个遮军功效遮迄个先哦，允许因做子公司、分公司，你知影无？那惊家属那公司啦、啊。 好在是即、喔那个时哦，迄个阮高雄的林、那个林女士，迄个代志事件发生了，就较知哦。原来一个中钢娘娘下骹有家属啦，公司一百矿山个啦，落、就是、一百矿山，那个子孙公司哦、喔，伫靠即间即间中钢大公司咧食饭个啦。啊，遮拢啥物人员，都是跟那个有关系的。所以咱起来，两下心哦，好,好，我来。 呃，抱歉了，我一样了哈、哦。你们还是停这边，不要停那边了。结果是吼，那、哦、个发现讲，原来遐肥鸟树、肥鸟这些是吼、哦，因為,为什么？你心想不是要个人呆完？你如果我过呆完，的下一代你应该把人家百分之三十二点五营养午餐进来吃，拢有充分的变异算出来。为啥拢搞火尚呢？ 告别物诶，到一慈我我我知到个慈善机构去咧认养。阮阮有认养过，阮较知影为什么开？然后这慈善机构的认养在营养午餐啦、啊，是政府无高压预算吗？这么快个？毋是啊，拢是要特定的人才下，两颗企业飞鸟树飞鸟啊。所以这个心态问题，你知道嘛？所以各位，今天。 大家有机会来参不谈民政府了，吼、喔，这是一个真好的好运啦，吼、喔。我为什么要用白色之念呢，吼、喔？啊，外面啊，大家应爱记得吼、喔，为什么呢？因为过年四月二十五，温公号称去年的四二五吼，所以当谈民政府派批到美国去，就是第一个华盛顿 DC 一样吼、喔。 要伫迄个，咱有做世界迄个，迄个呐新闻协会的一个俱乐部，迄个 c l u 吼，啊，要伫啊记者会，要向全世界发声，发发咧声出来，嚟讲，咱们要把台湾地位走入国际正常化，要向全世界啊，发生包括美国相关单位拢派人来的对啦。 即两旧年说，来即批人诶心，其中有一个名，含我常查字啊，伊咧、迄个叫结啊，迄个结字的结啊，不结的结啊，你结的结的着吼，呃一样啊。所以我来咧讲课吼，我无爱讲混淆，因为我我讲的我必须要负责。我今天讲课，我必须要负责如人在說說的、啊。来，别再承认，我看了公共诶心，那么讲啊，那个叫诶蔡吉言，蔡吉炎咧讲搞别清楚诶心哦。 所以利用刚可惜，吼、哦、清楚者，我今日猜猜言，我在绿岛，哦，绿岛，从这件台下无位啊啦，这款有效读甲无效，哈，读甲读甲多单，读甲多单呀吼，总共十五年，我当初为虾米？就是讲中华民国最外来的政权，这国民党是遭落诶，被共产党拍，无当再招咱台湾诶。 伫少年的时阵是这个概念而已，但整个整个台湾迄、那个那么复杂的历史背景，老实讲也无足清楚，讲这咧走路的啦，啊为什么知影走路啊？因为一九四五年了咧，一个因三十四年有无？迄阵啊，伊还没有大车队，伊就登咧迄条线哦，因为一部分在三四年因落过来哦、喔，阮爸爸的线哦、喔。 去码頭,头啊接啊，码头啊！啊，我迄个细汉咧听吼，阮阿嬷讲好啊，无，阮阿嬷阮祖母就对啦。永和你码头看卖啦，吼！即摆因咧讲吼，因咧讲就对啦，就他们在讲哦，什物祖国要要回来，投回祖国的怀抱啦。你你码头啊看卖咧？诶，结果阮那细汉啊，啊听阮阿嬷和阮爸爸咧对话，啊阮爸爸今啊去码头咧，高雄码头，他摆就倒转来时喏。

一支是七九步枪咧，作箭的迄种，迄七九步枪啊。过另外一支吼、哦，咧假烟的烟枪啊，迄水水烟有无？你有虽、啊這個、然咱阿妈烟哦，有哪拢食迄个水烟枪迄啊？哎，排两件，即个部队是咩咧作战呢？作战呢？何巴金呢？个避过卡为穿草鞋。伫迄个时阵吼，咱个日本因要撤退，著、就是因要遣送东去吼，带伫哪里呢？阮高雄的三民国小。 我写着我以后读遐个嘛，所以我才讲，嘿，因吼白天拢伫迄个教室外口，仪容啊，啥物嘢拢做整齐，拢伫迄咧等。啊，阮遮细汉时，讲，即部队是啥物嘢？即军兵啊，听讲迄个日本兵啊。啊，阮细汉吼，所以甲有迄个武术刀啊，迄个大队嘅吼有武术刀也有啊，金闪闪啦。啊,啊，其他系讲，哎呦，即拢金配大金，连配二金。 啊，迄阵啊，囡仔毋知影讲是咧，因这是咧创啥？慢慢只话搭着知影就是即批就是啥呢？日本认来讲美国要在台湾登陆，所以调过来了两两师诶，湾东军啊，远东军啊，这就最精锐部队了。你要短壳知下讲是日本调了两师精锐部队过来台湾，准备要跟美国切兵啦！哇，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 所以两颗原子弹爆起来时阵吼，大陆免捡啦。所以这两书，引动关东军的时阵吼，我煞要等了遣送了。所以阮就说，的是哎，啊，一个讲啥物拍赢啊，祖国要迄落等下，改成去吃兵啊。啊，讲拍输的哦，军容仪容那也好啊。还是小时候没有这个这个判断力啊。慢慢地读的，他要遭遇相冲，我带去给你好料的时阵哦，哎。 思想在咧起花呢，这个起花的时阵咧，就几個,个臭皮匠的吼，拢会讲啊。你知道个知影呢？迄臭气相投，拢个呢？鬼啊，同我来讲，吼啊，这条路变了点，啊，我们可以印证啊。阮是大人去個的码头呀，怎啦？啊，讲了讲咧，鬼啊的臭屁的，啊，伫咧讲，佮你讲个先，诶，慢慢形成，阮对安尼，对这个是外来挣钱的心吼，老师讲迄阵啊，有一个敌意啊。 所以我的，阮的外号迄爿来，迄个叫嘎嘎嘛诶。我们外号吼，因为咱咱来迄个手诶吼咧普通吼，拢有一挂迄个什物什物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庙吼咧伫讲咧比赛啦，创虾物会吼。啊，因为迄阵啊时吼，伫囡仔幼稚想法内底吼，你袂使伊讲迄是屁股咧吼，袂使啦，阿都用一个代号安尼啦。所以是囡仔做幼稚的想法，而是唔一定是正确的吼。但是咧，迄阵啊慢慢形成。 就本会许外来挣钱招了啊？为什么在咱这大家搁甲咧二八太遐济人啊？啊！你啊，我了变白色恐怖了、啊、吼，我了进入白色恐怖，所以阮说白色之恋的，你去看吼、哦，迄个白色的是你看无，但这是政策杀人咯、哦。你那黑道黑社会真简单啊，黑道的社会来滴呢，我打你，你打我，对不对？啊打，打拳殴迄拢无要紧啊。迄无啥啊黑，黑道尔遐思想那是。 鬼啊，无虾米货。但即个白色、這個，这个的的时候是政策，互你看无诶，互你看无诶。心哦。你即个政策因素之下，偌侪人性命无诶，偌侪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以这个练呢，咱若道教内底咧炼丹啊，哦去练呐，吼、就是、啊！较早诶古人起码无啊，迄炼如。 迄炼有无毛吼，啊，即码毋知该拢无伊啊，即要用五连分来代替，无炼狱，阮现有假掉吼。啊，即炼两字电搁简单嘞，来、這個，咱台民政府各批各位时阵嘞，到高等法院了询咯，高等法院个咱改一行啊来掉了，来到十几年来，我们台湾本土本土的台湾人生活在哪里？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哦，来自己炼啦。 而且、啊、慢慢的心，心你得知讲，为什么你的政治炼狱啊？迄、那个炼的时吼、哦，咱台湾是用人身躯、青春、生命去练、那個、的啦。这个这个大熔炉来的练啊，迄个到搞那个炼炼仙丹吼、喔，是用物件来来炼啊，炼了变起来变丹出来了，吼炼了。啊，咱呢，咱伫这正智大炼炉来的时吼、哦。 年假都马死马死啦，啊无年假诶时阵吼、喔，生命都无伊啦，啊从阮著牺牲了青春呐、啊，就即个大炼狱来底，啊伫内心吼有当还啊无当做清楚，那我在进一步，互各位，著、就是国民党伊撤退来台湾诶时阵，伊实行迄个实行迄个白色恐怖诶时阵、喔，伊设寡者所在来互各位看者来吼、喔。 看看哈、喔，一九五零年都是因撤对迄阵啊，因所讲的对照就三十九年了哈。你即马对待海军的深仓所，你对待就红山，现在这个还在，系用水的啦，水牢用水楼我无做过，我唔知影浸水有啥物注意啦。来，等一下我系讲电的注意啦，吼，被电嘅。而且吼，即个所在水楼啦，可能抓到手。即马咧清楚啥咧？ 不要毁掉，卖灰雕的，这个可以作为古迹哦、喔。红山黑的所在啊，这個、可以做古迹啊。啊，但是呢，应该是卖毁掉伊啊，毁掉很多地方毁掉了哈、喔，我注意过来。第二个军法处无，迄、那个青岛东山即卖的喜来登大饭店啦，即、這个所在就是阮早期，好一九六二年了后呢。 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拢住伫家个啦，所以阮也住过喜来登大饭店呐。但是迄阵那時候是青岛东的军法处，叫做军法处。所以你那去台北即卖青岛东有喜来登呀，来找起个军法处、军法处，就是啥呢？它是一条龙的啦，等于我可以抓你，我可以判你啊，我可以枪毙你。全世界不安的呀，抓死电话去了啊。 迄个单位啊，啊审判是另外单位啊，然后执行是另外单位啊，毋是？警备总部迄种也是他可以啊，吼、哦、一条龙一条鞭来做伙，所以这个真恐怖，炸起个心哦！你老下来听到讲，诶、欸，警备总部安怎？你听得咖啡拢会电诶。个警备总部个人就是随时会当跟你逮捕，所以个用这个莫须有的，无该滴嘞，吼、哦，你应该是捌听过啦。 所以，这个、这个、迄个青岛东路这喜、個、来登呐，过来吼、哦，这个情报处东北人士这个这是、個、一个市哦。日本时代的时吼，他在台湾要要南进呐，伫这个市内底，伊设一个呐，设一个情报处，吼、哦，迄、那个市啊。第二，中华民国迄种挂出来撤退的时候呢，伊在这个好所在啊，伊把个占领，占领底下设迄个设迄个保安处，底底所来遮。 即马改造啥呢？双子林甲万年大楼啦、啊，啊遐我拢我住过，即大楼我拢住过，啊拍摄迄条大是住伫即地下室了。哦，西宁的南路，您要过西宁南路，你也看这个大楼以前遐是非常残酷的所在。我只讲即个所在哦，他要把这个历史古迹毁掉，一家一啊人啊讲哦，即、這个所在向来争议嘛，所以赶快去把它卖掉啊。 赶快卖掉！我底下的时阵吼，我是地下室，然后我下骹哥还有地下室。哎、欸，地下室的地下室啊，有时候吼、哦、下面还有惨叫的声、啊。我问主管说为什么？嘿嘿，有三个嘛惨叫的声。有时候都会问那个老班长啊，嘿，老班长吼、啊、是纯然是唔捌字的啦。所以你那秀才吼遇到兵吼、啊。 有理说不清啦，为我呢、喔，几来队哦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你叫遐老兵唔把字喊你如小小啦，他不跟你讲道理啦，吼、喔、啊！但是呢，一段时间了心吼、喔，伊当作我小朋友，我二十几岁啊，那时候进去二十几岁了，我能懵啦，因为诶啊，那个底下是怎么样？嗨呀，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底下有一个啥那铁架子无哦，铁夹啊。 那个铁也慢呢，人一进去的话，他那个铁夹子哈、哦，那个夹来哈，从这把上来，你知哈，然后一打开上面一一一,一个大大水龙头去了，出把枪鱼哦，从一直到下淡水区啦，连骨啦、啊、什么的都通通没有，变成肉酱了。你听起来呢，嘿、那個、毛骨悚然呐、啊。啊，这熟悉的那些、個、老兵也是该讲哦，讲诶、欸，你们现在好了呢。 什么还要去，还要问话，还有什么征信还有什么审判？以前啦，我跟我公公、喔、以前啦，这边人很多，我们都用布袋，我们布袋了，布袋装在里面哈、喔，然后用了把那绳子把它圈起来，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一个哈、喔，掐死一个五块钱呐，我掐死一个人那动作算逼出来，那天。 连生怕连怕钱，统统不要。因为狼太多啊，用布袋啊，枪死一个五块钱，然后就丢在什么？丢在那个卡车，再到下淡水溪，规个规只拢等等落去。所以迄个车因为布袋来底，你也唔知谁给他车的，一用布袋嘛。因为你来惊啥呢？我个枪死你看着我吼，呃，灵魂被他摄去了，啊，所以用用个布袋因因来惊死你啊。 所以，第一的所在非常恐怖，而且非常残忍。但这个所在总是有灰魔一样，东本源氏哦。所以，当我来讲西岭南路讲讲啊，这个所在呢，我曾经在这边呢。那个先哭的时候、哦，只在一边啊啊盆啊吼，切的啊呀，洗的个个倒转来。你说中间会经过吼，那种阴森森的呀、啊。 有其中一间房间哦，无人在躲，啊，我们都會经过来问个声，讲遐有女生住底下哦，总自杀掉刀啦。啊，做吊刀了是喏，伊啊那住底下的人哦，拢不安呐。所以规起一间拢关起来，无关人啦。嗯，案、啊、件是前面总部杀人不眨眼的人，那我咧惊啥呢？嘿，不得不因伫来这咧过咧咧咧咧做工诶吼，硬惊到呢。 迄三更半夜哦，嗷、那個！迄、那个迄个声诶，惨叫，像因来惊你知影无？因即系惊咧。原来就是讲，那个房间就是有女生，第一代啊受不了迄声音哦，喺里面自杀。来自杀，一把那个板呐、啊，全部翻起来，讲到底什么呢？结果没有什么，刚刚发现啥呢？迄、那个门窗、看地板的，的、那個，看有迄个迄个女人戴的那个胸罩而已。刚刚迄个物件呢，其他都没有什么、啊。 那为什么拢也不安對了掉了？啊，所以规矩到尾个拢拢个拆掉，拢袂掉伊啊？有没有？就是双水林大了。所以有这个机会，胡林宅这个曾经是我们待过的地方。那国民党底下统治的时候，我几人无辜被杀死了。啊，尤其是迄阵啊，早期阮入来时阵吼，迄、那个咱湾人的心吼，开始慢慢地出现。 在这个以前呢，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来，中国。那为什么奇怪啊？那中国人为什么杀自己中国人啊？李准那一一逃亡了二喜的哦，告诉你，李准呢他又被那个奖金的制度哦害死了。那个奖金制度你哪呢？你哪检举一个废帝，你上海，他有奖金呐、啊？好，阿个我那还没未下时，我来给检举啊，讲起来怎么样？对政府不利啊？什么？可能有废帝的嫌疑，从台检举，我阿个啊。害 他们是一个政策了，我宁可错杀一百啊！有阵啊，折折共的。我刚才宁可错杀一百，我都别让黄宗几人造啊。所以那个蒋介石害得他们，我觉中国人来历怎样变中国人？这回过来，我讲哦，三行理由你得知影了吼，一个，就是今嘛你那红杆军的吼，在政府撤退以前就过来的了，列边啦，没有了啦。 政府撤退以前哦，我就已经住在台湾了啦，对不对？伊即嘛那呢？你有来讲好，你的是政府还没有撤退以前哦，你接受共匪的派遣，先潜伏在台湾啦。哦，安尼安尼老代志啊！哦，即嘛好，你呐跟着部队过来的撤退啊，有国民党一一面抓抓小孩子啊，哦，因为要冲人数啊，啊，一人点阿对的囡仔。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民进党提了体育课吼、哦，人大带流眼泪了，掉眼泪了，会感动人的是什么样呢？两个的囡仔，因阿嬷叫他出去买打油啊，你猜哦，酱油啊，去打酱油出力先哦，一离开四十担啊，买买一个打油四十，阿、啊、到国民党个兵阿掠伊啊，事后这个故事讲出来也信了。 感动偌侪人，拢掉眼泪，所以伊也是喏，你开放了时呢，所以一路掠囡仔，所以因诶部队嘞，十万青年军，迄是阿个正式来迄落，伊是部队直直行直直掠囡仔诶哦，所以闽南那时候有迄、那个迄、那个故事勒时呢，就是四十担了，较靠邓甲阿嬷讲买一个大油诶，是四十担啊，靠多重呀，就是呐，被抓着了嘛，啊所以。 国民党的心，伊伫迄个迄、那个大撤退来台湾了的時候，后心伊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要反攻大陆。啊，伫即个反攻大陆，甲反攻抗日，反攻抗日是迄、那个蒋经国起来先了，慢慢废掉诶。哎、欸，啊，苏联是我娘家呢，要娶苏联某啊。啊，反攻抗日是蒋介石的时阵啊，伊唔敢讲啊。 或反攻大陆、反攻抗日、杀猪八毛，安尼，咱口号伫说啊，拢伫念啊。结果慢慢，诶，反攻抗日，佮伊无异啊。诶，要抗到我娘家去啊。哦，因无迄个蒋方良是苏联人啊。哦，而且抗日都说无异啊。啊，什么反攻大陆？啊，慢慢说无异啊。但是多少人伫伫这反攻大陆政策内底是拢离开关啊。

即马过十年吼，喺北所即南所啦。伫总统府附近只，或者伫只新闻案，即、這个延平南路即马即来咧破坏咯。因咧保安处伫啊，所以我一九七一年第二次过迄角寮所靠迄处人个咧，咧下即个所在遮，迄阵毋是延平南路遐，算做迄条保安路后壁，就是迄个警长保安处啊。诶，即我来去大街呢，虽然总统府足近有影，但是我咧住咧地下室个吼。哦 我就是安康军人监狱啊，将湖南的仁义礼智信，这个人、哦、是仁爱人啊，兼及仁义哈，仁爱礼智信哈、哦。我今小到你介绍这个这个安坑这個、我說五所五间呐，五间，哦，即、這个咱咱的旧村只我五间，仁义礼智信，中间是中央台吼、哦。我今何你看吼、哦，小等我爱、啊那个太远了、啊，什么？我先给介绍迄、那个。 予恁看迄、那个何来？即、這个感觉吼、喔，恁有时看无的就对啦。即是已经伫新店看守底下，即、這个所在吼，迄个仁义礼智信，即、這个信你也做。我做那少年有王吼、喔，去去去楼顶下，准备总部甲公家借一金，就一金啦。底下洗衫，啊，我做那派过迄边，无去太远啦。 阮呢，俺分开了，所以人各有命啊。我去要派过来这边，啊，我的同学，陆关同学派去太原，所以有一年，呢，一九七零年的时候，太原事件，我人枪毙，其中有我同学，啊，我的同学都崩溃，我老李八波，啊，人老李单波，所以那边发生事件，我就是讲，如果我若去呀，我若是参悟呢，有咱即个个性吼，诶，参悟呢。 所以人够有名嘞，对啦吼。这个地方上头前我听讲雷震呐，就是我上头前迄搭是你即话安尼过来吼，质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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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质感吼。第一感雷震伫迄搭啊，就是写《黄公望论》嘞，你记得无？哦，以前诈骗乌色个人亚弟，胡氏博士人家这样子吼。我尼迄款十登关伫遐，各过来吼，第二个嘛，人遐有一个。 五节啥呢？迄、那个立法委员叫做马成峰啊迄个姓马吼，马上九要马骂。这個、立法委员我厝边你知无？伊竟然伫立法院内底吼建议啥呢？讲迄、那个就是臣臣、啊啊、那沙尘尘啊陈诚啊陈诚伊阵啊是是做台湾的行政长官啊伊也做副总统啊吼，沙尘尘以谢国人呐、啊。 嗯，啊，大家讲啊，是啊，那那些一些古人，原来就是应用的三国去无？迄、那个马术啊，马术迄个迄、那个啥呢？诸葛亮的个心哦，伊无讲，斩马谡，一些古人，虽然是将军呐、啊，但是伊遐几十万大军拢个做做拍败时，伊甲个人走动来，所以你看会使走动来，你的部队运用，证物，你你做主帅的人，吼、哦，当然无叫七八主帅，伊也毋是本地落、那个吼、哦。 为虾米走倒来？所以讲啊，飞雷斩马谡，以谢国人。啊，所以应用这个典故了。你担心到底东北遐军队要走，你自己选倒来。啊，所以呢，伊伫六法院的讲吼，就是爱斩担心了，以谢国人呐。伊毋知担心他们蒋介石啥物关系啊？哦，这这不是我今天讲课的。哦，以后有机会，我也发表讲陈诚跟蒋介石是什么关系了。 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力保他，得到把这个立法委员抓起来，啊抓起来，跟我敢刚判，唔知道要用啥个判。所以每两个月落一个羁押票，落一个月三当五当，落两个月的盖，两个月的盖，就这样延长到蒋介石的19那个那个六五年挑爷时阵再放出去的，放迄立法委员，立花委员够耐心咯，你什么人呢？ 蒋卫国做迄个装甲司令的时候，有只副司令呢，有无？那個、副司令的迄、那个诶事变吼，第三一波大炮起吼，伫楼下把迄个装甲的部队集合起来，然后移去司令台了吼，底下攻甲吹甲钻两坡，他笑话蒋介石当初要四师北伐的时候，底下攻甲吹甲钻两坡啦。吼、哦，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打倒遐遐迄个老蔡？ 好啊！再伊是讲遐老参，咪讲蒋介石啊。结果有一个一个迄个保安官吼、喔，总有也来抢，拢甲抢起来，总个啊咧安尼啦，总个阿咧。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啊，大在大陆说，伊、那、阿个关在伫这所在吼，不可判死刑，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不是反蒋介石，是反遐老国代、老参迄台遐了对了。哦，所以对象不一样。 所以无法判刑，关伫咱即个所在家。所以有人咧讲啦吼，即、這个副司令也无迄个命啦。迄、那个蒋经国，迄阵拢惊着哦，把下令的时阵，必要的时把迄个要通知去台北桥诶，诶所有遐桥拢用炸药炸掉哟。吼、哦，迄阵因迄个工兵部队甲虾米鬼拢拍咧台北桥附近迄搭遐，你要惊着吼。台北大迄、那个迄、那个破了诶时阵，有人讲啊。 你开讲，迄个装甲来滴拢无线电呐、啊？你的装甲开起台北市来，甲无线电通知滴好啊！讲来，即马你对一台是喏，在延平南路，你即台在中正路,什路，什物路安尼？规个路头吼、哦，警车甲压掉咧，然后几十台拢塞在总统府遐，嗯，啊，就规个改变啦，啊，这拢四号台咧讲诶，啊，但是伊呢，吼、哦，就伫咧四量台咧伫个公家出甲专案部。 哦，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来管理这个所，台湾这个所在，哎，哥哥来这栋啊，这栋安尼隔壁栋遐，這就是咧苏东克啦。现在云林县长有无？云林县长还有苏志芬、林爸爸，哦，那时候要选云林县长啊，选不掉选不掉了时阵吼，因为当地有一样叫做海军陆战队，拢会伫伫赢了伫一年就对了吼。哦 礼拜天吼、哦，拢有人出来去街路拉拉蛇啊？为下面呢？不是现在周休二日两天可以来回？几十年啊，啊，都一起出去行行，暗时啊，个个收价个几百安尼啊。所以讲你当地吼、哦，下面当地人来往，啊，都是啊臭味相投咧讲啊。哦，这国民党安怎安怎安怎啊？哦，阿对，你讲个是，你大你愤慨啊？啊，你做兵的不应该做，从啥来讲讲啊？诶。欸 因为至伊讲吼，咱用迄个海军陆战队加业的兵浪吼、哦，大家服你着着啦。吼，拢异想天开啦。结果人家有咧战型啊，嗯，啊讲啊领导要找啥物人啊？伊讲、嗯，啊这双、個、管吊苏东较有名啊，哦，阿、啊、在找苏东克呢？诶、欸，无就苏东克弹头啦。哦，意思讲 O K 啦，吼、哦。即摆咧，苏东克讲，但是我是第五名，啊，专大王我无够迄个名度。伊讲啦，啊，无过来吹。 什物人啊？高玉秋啦，高玉树。吼恁恁的较年轻的不知道吼、喔。现在五党级选代表市长，得了高票当选的高玉树啊，高玉秋啊。哦，然后找高玉树哈。啊，即满就派代表去找高玉秋呢，攻击呢。高玉秋嘿，点头，但是条件是讲呐？恁若出来先讲，需要是电台吼、喔，电台咧讲的是我，甲出来讲就对啦。嗯，我将来是有捞一个后宝嘞。 啊，而且无多啊，迄、那个私写是安尼吼。来以后所用的起诉书、判决书吼，拢打叉叉，迄、那个就高玉树了。对外不公开，媒体报纸绝对唔敢写高玉树。台湾伫内底做会，嗯，啊，且叉叉叉，啊，叉叉叉就高玉树啊。所以你这起诉书、判决书，恁起码我能看得到吼，迄、那个叉叉叉，我跟讲，迄、那个高玉树吼、哦，所以你即个所在。 哦，阮到你隔壁啊，我呢都有即个机会，起来讲吼、喔，一个西山的师傅吼，打翕诶啦，伊讲诶，我讲诶，迄、欸那个师傅啊，啊有机会时你有揸相机，较、啊、毋来翕一个啊，迄落咧啊，做留留念嘛，嘿、欸，真若甲翕做七张诶时阵吼、喔，比全世界噶七张名名啦，无当意吧啦，啊你七张诶时，以后的时吼、喔，他们像基金会啊，噶起吼。 用英文版的拢发出个国话，也、啊、是这样啦。因为侬无法多让第二人去直接楼顶吸这啊啦，去把迄个军家这啦仁义礼智信，吼、喔，这来吸起来，哦、喔，啊，这拢是机会啦。个这个所在家呢，家就是阮第一个，伫即马秀龙桥呀，即马的个仁泉园区家啦，个这个所在。啊，这为什么呢？這裡在这拍篮球，这边即栋的生产工厂。 落风雨诶，这边则细，即爿风雨楼顶咧披衫，啊，阮呢，阮伫即爿做啥？迄、那个时阵，我伫啊，因健美总部去去标着啥呢？五万领诶帮大，甲五万输诶啥呢？迄、那个手犯咧穿诶迄个手衣啦，五万输啦，因为可能健美总部咧做较俗嘛，吼、喔、啊，功夫也较无好，拢阮咧做诶啊。 啊，所以就熟悉的人哦，标会着啦。结果我伫即个所在遮，五万领的棒打拢经过我的手，为啥呢？因为我出来上针的啊，所以五万领诶棒打收割拢爱经过我的手，我诶辛苦咧做五万领诶棒打，而且咧时有个时间搁做衫裤。所以第一个时阵，我妈妈带当当破病感情带第一个病哦，无钱通医的时吼、哦，我带。 有迄个劳作金，安尼个假同个。那我讲，这罗是人假钱入去，迄个那有可能寄做出来。啊，著、就是我、這、即个，我有伫遐做迄个落役，做做工啦。而且咱阁要抽伊啦。按照因规定吼、喔，是百分之二五啦。就是讲、喔，你若做一百箍吼，会当发你二十五箍做收益。结果毋是啦，甲咱发偌济？发百分之？ 十年了，就七、八、年年了。如果若做一千块，发一百块安尼啊，我要趁过六万，你看我做偌济工贵。真若伊甲咱四岁，甲咱抽伊啊，吼，这不在话下了吼、哦，我是可恁知影讲，即个来遮，即马做人犬园区，恁若去秀龙桥，依然可以参观。世界各个咧讲人权咧，就从咱来参观拢会走来遮。所以我伫青年甲大青年吼，遐、哦、有作者拢需要来即个遮。 迄个现身说法讲课，包括即个阿炳阿炳的部分吼、喔，都讲袂到呀。阿炳也可以参观呐，走我入去房间去参观呐。哦、喔，阿参观一个，即码家己咧，家己伫内底咧坐落吼、喔。迄、那个讲着我个心吼，这是去美国，迄、那个阮哩联络国空军个心呐，才发拍迄个总干事啦。吼、喔，咱咱岛人伫美国吼、喔，诶，精华个人。 拢组合起来，即、这个画派，然后湾工商协会协会吼，伊来做即河南籍个，然后呢，阮走去白宫，访问即新闻处的吼，即、哦这个来即迄个官员，慢、这、慢、个、做、这个起来见面吼、哦，来我将个话又倒登下先吼，来讲迄大啊，互各位知影一下，即阮个联络国共精个啦，各位吼、哦，你阿想，阮出来了，为啥个联络国共精啊？啊即摆想想个吼、哦，几十栋啊啦！ 因即摆也是要个座谈，基督搞遐劳工遐，总言之，因那种一点心、一点情哦、喔，要看咱这边人讲，啊，都无法度诶啊。那、啊、联合国抗争，阮唔要紧诶，过来遮抗争了，去找一队呢，中国大使馆呐、啊。中国大手一讲抗争啦，啊，即摆想想讲有够讲诶啦。中国也无含咱关系，啊，是咧抗争啥货咧？但迄阵啊，毋是啊。吼迄阵啊，是讲，即、這个即、這个中国个事哦，咱爱个控伊，吼、喔，对毋对？伊讲台湾是伊诶，毋对，我甲咧讲个。 起码咱咧读台民主有后心哦，迄根本人民甲抗议啊，迄含啥那关系啊？别抓乌龟也无因的，迄啰抓头抓尾也无无讲台湾偏乌是属于中国的哦啊所以但是唔知影迄阵啊一直读着这个法律，啊都空空空空，都都走去阿咧咧迄啰要抗争哦，你也看哦。所以起码、哦那个，哦这是迄啰台湾民主亚洲第一个民主国个，就是咱台湾呐，但系无规矩就走路啊。 你像大清帝国把咱台湾票挂日本的时阵，好不？迄、那个唐景崧因伫台北要成立吼、喔，台湾民主国啊，用自己、這個、啊，自己啊有无咧看吼？你用哪地还是个货有无？这个跟中国还有关系啊？因为安那呢？迄、那个迄、那个啥呢？龙也好地啊，中国是代表龙啊你货在小弟啊，啊所以因这种港系统的，你知无？ 来，这个棋啊，即马走五对咱唔知呀。这个棋啊，即若吹西话呢，以后是喏，历史古迹内底算国宝啊，这个棋唔在走对哦，这个是。哦，篮球板就保密局吼，介绍看看时间哦，哦，要加时间哦。来，恭喜大家来，仁义礼智信，恭喜嘞！领导接着说。 省训导处干部列岛感分感觉，迄阵啊先吼，列岛有关系三个所在，一个是司法行政部诶，就是较重番诶，就坐飞机去大遐啦。虽然讲啊迄列岛诶吼，就是大哥大，有诶大哥大直升飞机诶，就是悬诶所在。啊，搁另外呢，就伫阮即个，所以训导处就是阮个隔壁遐，就是较较重迄个罗迄遐管分诶。 去遐光石头、打石头去创啥？诶，你遮更贵，个个叫你搬伊啊！啊，遐好了，叫做搬倒转来，简直是那个超人、啊，人诶，就着了。啊，阮即个所在落高墙，墙啊微雕咧吼，与世隔绝。阮伫内底，各位恁若入倒去参观，即嘛我就绿洲山庄，恁若去入到七桃心咯。迄个绿洲山庄，迄个别种个所在就是阮住诶。啊，你咱入去参观看觅迄个干房吼。 从层迄个、迄、那个铁门，过出来附近遐有一个人权纪念碑，下骹旋动起来。人个纪念碑是起伫顶悬吼，啊啊，一层个条啊下起咪，啊咱毋是啊，咱是下骹个旋动起来。啊，所以阮个名有伫遐，各位若去来到参观的时候、哦，可以到那边吼、哦、看一看就對了对啦。遐、那、迄个所在吼，我哋感谢阮迄个老同学吼、哦。 说明德意志在里部也行争取耶。以建筑工具的所在，比再毁掉耶。吼，爱老早那呢，老早古迹伊个，那种迄个德国的時有物，迄作者迄个用用迄个瓦斯吼、喔，啊，把做犹太人吼，拢用是迄个所在，还保留底了，想想。但国民党本来进来要废掉的，包括他那讲啊，好几个地方是拢要关废掉的。 然后，个在有多了有心人的心哦，一直哦迄、那个做动，所以现在啊，老鬼也所在了，对了哈。这个所在老了，搁一个，太原事件，好、哦，我绿岛山庄了哈。绿、哦、岛山庄，即、這个一九七零年太原事件，个人阿需要知啊，啥物叫做太原事件呐、啊？台湾的台东也一个所在就感觉叫太湾了，吼、哦。啊，七零年，不为怎呢？ 七零年二月八号哦，唔是二二八哦。二月八号呢，阮就同董和新哦。吼讲内容吼迄个迄个卫兵啦，卫兵啊，咱昨天台湾人诶，见点疑难啊呢，嗯，护法皮啊，啊，要枪下迄个迄个，下咧卫兵吼、喔，就是会中国啊，迄个卫兵嘿吼，啊，抢枪啊，啊，就要走，要占个电台吼、喔，要花迄个就对了吼、喔。 一过身哦，抢着枪哦，要拍身哦，我咧卡蛋呐、啊，你猜，我咧拍未出去啦，咧拍未出嚟哦，因为紧张咧，因为五来已经搬枪也走出嚟啊，啊拍未出去，结果呢，我抢着伊的刺刀啦吼、喔，用刺刀抢、喔喔、的吼，要啊堵吼，哇呀，刀生生啦，还堵咧个堵袂落去吼叽叽叫啦，再成个台底叽叽叫吼。 伊一个内地下吼，双听着啦。我警铃一个一按下去吼，因遮就紧张，啊，我就走走去山顶了。迄、那个国民党用两树的兵力袂掠害呐，叫了无、那個、是原住民，透过原住民吼，迄、喔、六个拢成个耕地安尼啊，你知影咯？倒掉啊，耕地耕落来，耕落来,來山骹了对啦。迄六个倒来是讲迄了，迄阵啊，去、那個、上过阮摊拄啊讲个遐，就是迄个青岛东路，哦、喔，以后做喜来登饭店遐。 对，以前啊，遐已经迁走啊，迁过地。我摊拄啊，迄、那个相片，拍篮球迄个所在，因呢，送过遐。送过我就伫遐哦，往海啊，啊，即、这个事件吼，你若无要变，那伊该伊救着掉吼，个人一定会拍掉的。所以讲，我就是伫内底下，再透过管道呢，送一个美国啊。美国就要要救这个人啊，但是呢，因就歹运啊，为啥歹运？ 无代表是四月二二十四号、啊，四月二十四，蒋经国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哦，候，和那个黄文雄和政治、甲郑祖财哦，甲杀天呐，吼爱问候啊，吼、哦，迄、那个纽约警察吼、哦，看手开都劈一个，甲用起这枪支都位头顶起哩啊，都大无掉，到尾蒋经国及时把伊这个表啊，从送哦迄个纽约迄个金堂。 这代志，我伫内底听到阿海啊，哎、呀这个六个已经无救啊！为什么？因为那蒋经国无去第二用杀电的先吼、哦，可能要有救，但是呢，迄种杀我想啊，可能无救啊！高度搞钱也无救，我个担心咯，这两人国安部马上就枪毙。但这个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对蒋介石，有即卖文件吼拢捞出来啊！文件当初也红纸笔批个啊。 国防部自家讲，甲上去绿岛啦。你知，迄阵还绿岛还没咯？讲个上海绿岛一下吼，甲迄个自动管训了啦。但结果呢，蒋介石的是一个批啊，袂使，这下来枪毙，就这样子、這個。这这個、文献内容也低的哦、喔。蒋经，蒋介石，因为讲我后生，美国，可能起来要注定当台湾人独立的变变，或者变无去安尼，就杀你只独小啊。 所以话讲，习啊，文啊，明啊，你怎么说？哦，啊，所以这人最无得了的是，喏，一九七零年，就一九七恐，看时间了时阵，接着，那个彭教授彭文敏，伊利用迄个三个时间，走过六个国家地区，走到瑞典。哦，全世界拢报道这样代志、哦。我怎底来滴？哎哟，偏高手又酸出来啊呢！ 啊，选出来是哦，伊空手好黑啊！你怎么样说蒋介石伫咱只长胡人大咧对待咧台湾的心哦，你敢说讲没有什么资料啊？啊，你是别哀了，好到你咧时阵呢，阁有啥呢？亚洲新闻协会一百九十八个专机吼，到台湾来访问，就是针对很多问题，讲奇怪哦，你蒋介石这通敌中华民国，这通敌的心哦。 竟然有很多人要台湾独立啊！阿有很多政治犯呐、啊，那个问蒋介石啊，蒋介石说没有啊，台湾没有政治犯呐、啊。哎、欸，阿我夸张滴怪，因为阮咧写衫裤有台大迄个写衫裤，因啊，每天都有报纸吼，含衫裤夹做一百印啊，而且报章杂志吼，拢阮咧买通乡吼，啊就，咧钱富花，逐日呐敢刻报纸，迄迄衫裤拢包包一百吼，我来咧看。 你看到怎么搞的？中央日报的时嘞，头版条的讲台湾无正地方。哎，遐记者问讲，诶，好像台湾人要有主张要台湾独立哦。伊讲没有啊，那乌那是美国一小撮迄一小撮是了就跨脱了对了，是一小错尔，就否认了。我再直来咧看，诶，对不对？伊讲没有中苏话，无唔对了，全世界无人知影，阿拉那种秘密审判的啊。 我们不是公开审判呐、啊，还是要美丽岛那个公开审判呐、啊？弟弟以前时真弄的秘密审判，啊，所以我讲靠好。既然彭教授弟已经伫水电哦、喔，较慢的招一批工人，我来去做，去下下迄落地吼，然后拜托人家稳出理了对了后、喔、结果这人唔敢啊用出去我摕钱开坐自行车，他也不敢。 但是何家再没有把他出卖，这个物件，刚才我今麦伊伊人啊汪星一样，我讲拢较要紧啊。以前要别汪星以前，我绝对就保密，不爱公先人家用诶。啊，现在还有人要别汪星诶，甲刀下手诶人，我现在都知一名甲姓我都唔讲，因为他刀的人在，要个敢刀下手诶。但即两汪星一样，我就敢讲啊，对不对？所以兄弟，李建斌啊，就苏通西安因当初。 海军陆战队因做的要要的一要杯起义个吼，其中一个啊，伊工程队来来去去吼，为他撤出来。结果半个月伊工程队搁入来，啊，我讲啊，迄个伊讲吼，无用出哩，我惊一个讲嗨啊，啊，这物件无用处哩。啊，讲啊，伊讲用塑胶袋吼，袋伫迄个看守所外口树啊、骹啦，吼，我拜托你握一摆哦，伊讲什么？得熬出别个几排先哦，真正甲握住来，你知影？握呀，我个。 偷偷一看，贺仔原封不动，没有出卖我，所以他出来时阵吼，我都对他感谢，讲你阵啊无出卖，啊，因为出卖先哦，就安那呢，代志要完成，嗯，啊，如果你爱，你爱要讲个明明白白，对不对？啊，你啊完成呢，都无所谓啊，哦，对不？所以迄个关系好，好贺仔无出别，好好，我只能这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我就著写一个详细啊。 用过年前的时阵哦，迄、那个三个月时间无困啊，晚上哦，人咧困我都无困啊，听到的记的，写物？我拢伫遐写伫遐写，拢。晚上安尼睡觉，我都起来写。吼、喔，所以代志发生了先咯，因感觉很奇怪啊。你即个物件竟然人咧写，表示因公做者要别啊，凯拢毋知我咧写这個就对了，伊为毋知因咧困啊，我咧读写啊，就是这样子，而、啊、且。 用用用心哦，用适当时候撇起来，我该用出来啊。而且先到日本，日本介美国，美国了煞就搞别个先哦。为联合国，为一个人权委员会迄个所在入去、喔那個，以后呢，吼迄个美洲、欧洲就转载啊。以后时呢，邀请伫德国了煞时就看到这個欸、啊。伊、這、讲、個，哎，这里蔡蔡艳、苏明德，伊法律怪个先哦。嗯，是毋是即个花啊？永远我拢肖捌啊。 到尾一个邓爱心哦，免你老伊做律师，较怎？啊，原来就是阮啦。来当初看着，感觉怪怪，的，翻应起来要成要成咧。我真正咯、啊這個，就是阮啊，这批因人早讲是惯用出去的，所以到尾是安那呢？这个台湾这个审判的转折点呐，对我这批用出去了的时阵吼，我感觉西美安的对单咧，就这个已经出去了。哦，他知在讲已经出去啊。 就是迄阵啊，当年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香港有一个新闻天地啦，迄、那个社长叫普萨夫啦。新闻天地内底真有名，每一周、那個、刊嘛。台湾我我听人讲过啊，我那写啥拢会，杂志拢会夹夹入来先咯。迄、喔、期我看到的时喏，心拢安，已经出去啊，因为无人第二个人来做迄个物件的嘛。因为内底美国有一个通讯过来，伊讲伫最近，为虾米？ 在南美洲，甲美国也看到吼、喔、台湾政治犯的详细的名单啦。如果这唔是美国 c i 的，阿唔是美国台商用的啦，无无可能遐清楚。吼，看者心，我讲说啊這就，这都出去啊，这都干阿我用的呢、喔，吼，爽啊开始吼、喔，点点安神功吼，神不知鬼不觉啊，应该是无代志啊吼。哦，啊今卖是二月呢，开始三月？ 一个月过，四月份啦、啊，系啊，四月初五了，下午的时候吼、喔，因为是咧叫,叫啊，叫咧脚镣手铐起来啊。我讲啊，该来了就来了。为什么三月份的时候吼、喔，美国迄个第台北的 C D Bank，就发起银行，当联合报的大楼用爆炸，恁只把想讲嘛？迄、那个那时候的新闻，就一九七一年呐，一九七一年的三月份呐、啊。 外机未用出啊，毋咪？三月份爆炸，吹波人、掠无人吼、哦。从掠那彭教授下骹跪啊，写台湾自救宣言，迄两个学生拢、啊、个掠掠入去啊。啊，甲伊周围跪啊，读书来识识拢掠掠入去啊。恁问问问问，其中一个吼，迄个写聪明人讲啦，讲啊，即个三郎三郎用出来，我嗨啊，人咧问看迄个爆炸，迄是毋是恁，毋是恁吼，都问无。 那个不是他们用的啦，要爆炸核心咯，核心能爆炸不道，毋知啊不？你无当两个人的连接来遮，结果惊啊心哦，该该毋是的，我忽你我家来，讲有一轮因减间问个来对了，因做梦也无想到讲我人伫内底，竟然有法当遐那么大的工程吼、喔，是哇？结果无大报纸讲啊就猜猜，讲啊猜猜，都拆出来，讲啊，拆出伫对啊，伫内底咧坐落，嗯，你看咧坐落，哎，用这个物件。 吼、哦，开始吼、喔，伊就咱毋知影吼、喔。当有一天的四月五号来吼、喔，迄个入去入去尔，二话不说了，脚镣手铐了，啊咧啪啪啪扣起。来，我说啊，可能这个代志来款咯、喔，真正假。起起先咯，落三台录音机啊，三台啊，南坡兰那底啊一台尔啦、啊，为三台录音机啊，对不对？原来干嘛？公安局哎哎哎一台广播啊，警钟因本身三个大单的拢哎。 上条问起来，你人咧坐了，佫剩两年外出哩呀？你为什么最对对对政府微信、甚物恐吓外危害对政府外省呢？你要好好是要枪毙啥家伙？往后啊，反对代志完成啊，关在你要枪毙唔枪毙啊？对不对？人问问讲，三个人甲你盗用呢？为什么提出你甲家要美国？我以前拢毋知啊。伊讲，即个物件毋是你个人完成的啊。 这个很大的工程啊，哦，给我供出来，我当随时可当处理了掉了，随时可释放出来，这个是政治解决了。啊，就那个村两林话呢啊，伊讲你呐出去要调皮捣蛋哦，我个谁个廿一百啊？伊在讲司大会啊，廖文杰是恁迄阵啊处理，不，伊那手下高的人出去，无干人调皮捣蛋啊，嘿，政治解决了。廖文义等爱心了，对不对？ 一九五四年的心候，倒腾来，结果人家的人，迄、那个六哥了，规拢放出来，你、那個、放出来一个政治解决啊！诶、欸，你唔敢调皮捣蛋啊啊，所以讲啊，你一个人出去，调皮两我该你下来，所以我代表政府跟你保证，你若讲出来的，我你出去。但是用这种吼，我无法能接受嘛，因为我知影，我若讲出来，有去争执的人，阿个跌下去啊！啊，这是咱拜托伊的，对唔对？那有咱。 敢恁倒下手诶，啊！咱个讲着害着伊啊，所以我才抱一个决心来对啦。你个共识，你安怎？我决定不能透露任何人有对咱帮助的人。所以我外号吼，应该叫做杀不赖吼。吼，我号杀不赖吼，日本名叫做武士啦。吼，啊，为什物呢？这应该好诶。 就是武术精神，就家、是、己切勿自杀就马见咯。所以我也唔知啊，迄日倒应该好讲，杀不来啦，就是因知啊。遐、那个刀下手的人，我拢无讲所以这个号，我哎、欸、啊，这个袂歹哦，这个号袂歹哦。总滴倒个应该，我起来用。你干哪？这时咱家己号的是咱只男友，就是讲我有这个气别，有这个精神，对不对？不受引诱，不受威胁，不受。不受 去打，你竟然的是拢连一个都无讲，所以我一生伫内底坐了十五天的时侯，最大收获机就是你即个命。佮另外迄迄、那个伙食有够歹白，若是我事先兼要讲出来讲吼，我写迄个脱离抗议告白伙食啷甲改？这今仔日时间无遐济吼，我拢讲较济就对了吼。我想讲即个十来也冤的死掉只，所以即、這个。 头用这个诱惑要跟你讲政治决我没接收开始觉得是怎么样呢？我先礼后兵呢？哦，开始就要用入的呀，就推啊，就对了吼，一怎么推翻呢？很简单啦、啊，原来这个房间内底三个呀、啊，当然有这个组长嘛。啊，今麦就跟他讲，你这安哪样处理？他拢祝贺你讲的对了，但是我来坚持不爱讲，先人家搭下手啊，安哪用一个美国我？ 安怎讲？安怎讲？我都无必讲着对啦。啊，我多咧，开始用咸个啊，对毋对？讲啊，创啥个吼，拢无咧接受伊。佫用电呢？后来讲即摆电吼，即、喔這个电吼、喔、相当趣味了吼、喔。有一只叫单电，有一只双电。单电呢，无经过心脏。单电的呢，两个单线的电呐。所以即摆开始伫遐电的时阵吼、喔，啊，我讲奇怪，这個、上天何来呢？为什么？ 一开始咧电的时阵，后壁三个人伫后壁，讲、嗯、奇怪，阿罗咧电啊，電我开拢无专门过吼、喔，就是、这阿头阿尼安尼啦。啊，其实咧电啊，我唔知道啦。你看，结果吼，迄、喔那个组长吼、喔，意思讲，嘿，啊，这个罗咧电啊是无电呢啊。意思讲，你过去看看看,看嘛安尼啊。把机笼起来来吼，把这个拔起来吼，伊、喔、家己吼、喔、有看有电无啊？啊他妈的有电安尼，吼吼。呵呵 迄个动作甲正，我拢记忆犹新呐！迄个电着，你知影无？啊，伊想奇怪，安尼电啊，我也无电啊！原来我即嘛，我压 R 吼、喔，你读物理了，知影吼？S 是电流啊，迄、那个电阻吼、喔，电阻吼、喔喔、，R，压我压 R 较悬啦、啊。所以你若要经过迄、那个，你的电流较悬吼、喔，你落我电阻较悬啦、啊。所以你压 R 你 S 的 S 无够强诶时吼、喔，就等于无出问题安尼啊！啊，所以上天可能。 你有直接用电来看哦，所以吼、喔，你压落噶你较悬咧安尼呐，我比拼你你比你你来压落较悬就对了，电阻的电阻就,電阻就对了，吼、喔。我、啊、所以提的时阵，诶、欸，你刚刚足奇怪，安尼无无透过心脏哦、喔，无无用交叉可能电波大安尼呐，所以就交叉。交叉的时阵吼、喔，了迄、那个，迄个透过心脏嘛。我、喔、在心脏的时阵吼、喔，咱家己来转来想咧，这电的时阵吼、喔。 会什么后果？你若无写教导，啊，我哋休课，迄阵家嚟休呢？因为咱唔捌点着注意啊。但是哦，我告诉你，冥冥之中拢有上天在咁保佑哦，第日是呢啊，你苦诉无门哦，无人会当家你安怎第日经营之下哦，現正正裡很静静内底吼足奇怪嘞对。后边咧讲哦，开始要点哦，啊三人伫阿边。 迄像个鸟喙啊，你计左见无？起起出出啊，都三下边起起出出，吼！啊、哦，多意思讲来开始要电了，还电的时阵吼，你也想，迄、那、多、個、电了干？顿时间就火烂啦、啊！你这个电的时阵吼，你若迄个电来开始，你若无多的时阵，可能你来休克，你来负荷不了，因为咱不知咱咱的心脏会让负荷到什么程度。 所以，第一年呢，很关键的万分之来对吼，你看看喽、喔。开始哦，才讲，伊电流放起时阵吼，可能还未到我，我整个心脏吼，我就都拢放哦瘫痪去啊。你很奇怪吼、喔。现个上天敢那用的，无咱靠有迄落滴的，咱靠有那种这种智慧，拢被瘫痪了。伊惊起来，开讲啊，电铃你先跳起安尼啊，拢先关掉的，你知影无？我无惊到，伊煞先惊到啊。 伊电一来，我拢被瘫痪去啦。结果因吼叫来甲头壳蒙要用一盆仔水吼、喔，甲泼水你道嗎你、喔，你知影？迄那你卖电视了，捌看到吼？你那迄就是头壳破，光光啊，用水来破。破了身咯，大家用迄啰目睭啊，伊那用电管吼，啊，我来看电管，用下骹我看的、那個、来、喔、看下骹，迄目睭瞪白眼吼，伊来看咧。因讲话讲，哎呦，说、這個、有受伤啊。其实迄阵啊，我电流到万分之二呢吼。 我著等着瘫痪你啊，你知道嗎？所以咧电有人问，人问讲，诶、欸嗯，啊，电的祖辈安怎？嗯，阿你家电看嘛，你知啊？无我唔知阿咩啊？就这样，啲的时阵，我还是安那呢，无可能甲因讲。哎、啊，你、那個、拍我的时候，搞不开心吼？我讲到迄个阿彪吼，拢未让坐啊，我要趴着睡觉。趴咧困的时阵吼，迄、那个检察官吼。 都要来问话啦，啊，因有够歹运的啦。喺、那个问话时阵吼、喔，隔天就对了。我着迄电料叫这个还要去,去用讲的呢，迄电木啊都了了用讲的啊嘛。因迄个讲的技术吼、喔，也有研究，拢有叫遐教授学者研究迄款啦。为什么刚才咧钢拢用锤啊咧讲钢了三两个吼，迄皮肉都开吼、喔，迄血都抓出来，伊知无？嘿，因在研究啥呢？刷牙钢的，即马钢勒先咯。 迄个皮不开，啊，内底受伤，内底乌咧块，就内伤就对了。哦，即往迄教授哦，挺研究迄款啊，啊，无他安尼啊。所以我才咧讲的，讲钙质哦，拢袂济啊。整个后面哦，拢乌咧个就对了。迄房间就看见人惊着，我拢啊趴咧困啊，无大。隔天，迄、那个滚下厝的见到关起门围啦，啊，我就袂让坐啊。很简单，阮伫内底拢家穿一仔内裤尔。 因为天气热，啊，无讲城下有冷气啊，拢拢迄落进来咧看，去吼、哦，我咧内裤吼，着扭起来看，吼、哦，兼带我看一下，惊到呢，诶、欸，啊，这個、人好好伫看所来，人好好的，啊，阿贤来只也是病安尼啊，伊拢惊到，惊到了也是因知影因同单位吼、哦，兼比总部的单位，而、這、且、個、军法的，啊，一、這个保安呢，所以讲安来，伊讲，这样子，伫遮以前所问的。 你的口经吼，我都不用。现在我问你，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哦。我 OK 好。啊，你问的，佮问个重要问题是讲，说你安那用做，甚面佮的？啊，我就佮冇被控啊。啊，又唔敢承受啊，讲安尼好了，好了。这样子哦，我抓个笔互你啦。你佮他瞎讲吼，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机在哪里、啊、动机何、啊、啦？我讲哪呢？就简单啊哩。 叫我下啊，对不对？好，我等下拍你下。我没有想到，迄阵啊，上天给咱的灵感哦，不但救着我，佮改变一个警备总部吼，迄、那个无血无目屎的这个单位吼，在迄年的八月十五，佮克钱为了阮来得济路的，佮买月饼有啊去送人。到底在哪里呢？伊叫我下，我下是呢话讲。 这一篇吼、哦，我有呾我爱美国，迄个零九年去亚演讲的时候吼、哦，讲我有咧家己流目屎。为什呢？大卡遐遐学生哦，感情也比较丰富，也、啊、对流目屎。但我今晚咧讲课，我尽量咧克制他，克制，因为我咧老的时阵哦，阿人会对我老了。为什么呢？黑种话下吼、啊哦。 讲我当初来结了的时阵哦，我二十几岁，没有家世之类，而且没有结婚。但台湾一摆来的时阵哦，看到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拢结婚啦。因家的人啊，对家庭有经济责任，有支柱，成年的人拢可以的生活。但不管伊是啥物罪名，有罪无罪啦。 家人一旦来这后心吼，因遐经济支柱拢倒去，个民主的问题会用笑，因为安那呢？这个改成讲是麻风病小巷，无人敢来接触，因为一个恐怖的政策，就叫、是、讲白色恐怖些。所以我讲安那呢？因家人是为了太贪心哦，为了讲。 要照顾小孩子，要为了生活，用他的原始玩戏的本能去赚钱，而且受了很多的委屈。各位为了这样子，为了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我说哦，我说我看了这件料，为什么？因为政府因个政策分类，亲戚朋友不敢伸手来支援。 跟在社会慈善机构以及有心想要帮忙的人，那就不干。何况个政府对的人啊不理不睬，比社会被抛弃的一群都丢了，无依无靠的几棍。也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千年道在在在走路落掉了，在不不惊，就因为他不知名。 伊到底犯了什么错？一家己来也唔知啊！结果即群政府、家庭、亲戚朋友、社会，拢把他抛弃掉的时阵吼、哦，你想即群人他怎么样在社会立足？我完全站在人道上了、啊。我讲，其实我个人已经投降。政府，你至于不顾家的人，啊爷亲戚朋友唔敢伸手，社会更唔加加支援。 所以，我开心就说、是，我主要请求海外咱的乡亲同胞吼、喔，会咱啊接济这群人啊。吼、哦，你纯然敢唔知影，噶有自己有这个智慧，你干哪？我若想无咧，上天何难呢？结果变做我用家呢是用国安会报去写信哦，用我这篇的信哦、喔，伫啊公开讨论呐，我伊也较知影、啊。啊，我私下咧想讲，嘿，啊，家你那遐敖，底个是论坛写虾呢？ 自己解脱，把人个救着。迄阵啊，我考到手考六个月哦。我四月七我开始伫八月十四号晚上哦，伊就是因电管看了这篇料的时阵吼，开始应家己检讨。检讨下呢，哟，我讲的这样无有影。所以开始八月十号迄当啊，一九七年的八月十五号，就是原来咧坐落遐，你看说呀，名单有来的拢送钱款。 就是那一年，阿、啊、我呢就去二楼遐脚了手铐放起来，迄阵咧食饭是正就解开呢，食饭了阿得个铐起来呢。恁回想讲脚了手铐变哪困，身躯变哪细，哇沙裤变哪细吗？真天没有时间表演呢，无我的表演话讲吼，迄、喔那个脚镣手铐吼变哪外来裤，变哪换衫变哪迄落啦，这学校都无敢改。 都无师自通啊！伫个环境内咧，逼着你必须安尼个咧动脑筋呐、啊。所以呢，回想讲这段吼，是真艰苦。所以我写写出来，你是去二楼，迄个辅导官要背爬去个月饼，花枝啊，我唔敢接啊。我讲这更理多弊渣的啦！哎，突然间开咧要要爬这個花枝呢，我唔爱接了。伊讲吼，你这一招要紧因为你有一篇吼、哦，我电管。 有交代这篇文章，我看过。你是真正是了不起的人。关键也是关了，我的身份是关定，你是被关了。这个立场不一样了。但如果伫社会上的话、喔，哈，我告诉你，我宁可以你蔡先生为荣，做的朋友的对了。吼、哦，因这个讲这心吼、喔，真正的要袂讲的，你得先讲下来，我来到继续讲了。 伊讲因因知影，我忍受一切痛苦，该怎样打起来？因知影，这个工程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但是无奈啊，噶工家那个店家内心哦，我都无要讲啊。所以顶员咧探讨是讲，质人是真正好汉就对了，硬汉啊，宁可牺牲家己，是家己马筋吼，都无可能互变啊，你只男友同学。 有任何刺激啦！我保护啊真完全，讲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啦，所以因丁万知影，所以连这个安娜呢，这个副导官伊都知仔讲，啊，拿着小个台，我两个交你这人做朋友，这人生的价值在这边吼。所以脚镣手铐铐起来一心咯，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八月十五号晚上解开脚镣手铐，吼，开始嘞，各自嘞变为执务，然后就延续我未来。 后三年，后三年吼、喔，有时间那个找门青年吼，所以我必须要把握，迄、那个后三年的心吼，伫、喔、迄、那个迄、那个内底生活啊，太远，先何来？后三年呢，到白时，我着走个只拖城，拖城是较早阿边阿爹管地呀吼，唔是呀，迄阮是隔壁庄啦，嘿、欸，隔壁庄吼、喔。 的确所在人来庄，迄、那个李敖、谢宗明、魏丁朝、甲李正义因拢也做为官第一代遐吼。李敖你知影吗？迄、那个时间阮拢做为第一代呀。每日的早时的时阵吼，每天早上，因为一个一个迄、那个较早中广吼，中广的这个真有名啊，迄、那个广播界，伊都出去啊。伊还话就陈大、陈大生。 伊也出去了，然后这个任务搞好我，我负责每天早上五点钟拢爱出来播十分钟的新闻，然后用一块音乐唤起大家起床喽。哎，每天的工工作是这样子吼，所以我的這,這,这个声音教会所接来接样我碰到几趟多多当时咳咳、那個、呢，多蒋介石，一路翘的去档啊吼。 就是一九六五年了、啊，一九六五年，对一九七五年了、啊，六十四。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五年的心哦，跳一心哦，那时候弯的底下土城家，迄、那、了、個、半夜哦都是晴空霹雳，唔是晴空霹雳，变了呢红光哦，红光就对了，鬼照满北台湾了，然后。 有一个窃雷，咱台湾讲窃雷，你知吼？雷讲是哪个窃雷呢？砰！迄个窃安尼吼，我们觉得很奇怪。结果迄、那个混得出的人还讲，我五点爱放音乐吼，伊关了迄个桥啊。伊讲你等一下放音乐的时候，你要记着。上面我们的伟大的长痛，上面我蹦迄、那个架蹦，上面讲过一大堆热心哦。简单讲，你老君我跳就对了，要降半息啊！ 干半期的呢，我第一手知道那个消息，因为我要放音乐嘛。啊，因为我唔在别别在放迄落迄作业团的呀、啊，所以光阴阿讲一直在摆迄个哀伤哀伤迄落对啦。我呢，所以我半夜就差一跳呀。在一九七五年迄个时阵，我就伫即个金边看守所就对啦哈。即马即个所在家吼，好无土城街要仁爱庄啊，仁爱教育实验所哦，伊无时间能我介小间来家吼、哦。 啊，这里、个，搁青青岛东的看守所，这个、人情园区人吼，这拢底里都一样。哦，我也是个人的经历了吼，即卖在那咧讲嘿，卖公家啦。蒋介石光说台湾即个家，我即即段利用即个时间段下来，给各位知影吼。伊咧八七九月十月又袂拢中吼，三十八年我在六二来戒严嘛，六四九五二空，四九伊中国大陆用挂出来以后先咯，开始实行伊个戒严。 无盖掩，一盖掩了十日八当活了六日啦吼。即个如果连时间的计算起，到八七九月十号时阵吼，开迄、那个有咧盖掩。所以蒋介石的时代是这个时代，甲这个时代蒋经国这个时代，甲这,这个时代。所以两蒋的时代是吼，对台湾来讲啦吼，对台湾，你阿知影伫咱迄阵阿毋知发地时阵吼，敢若接受咧教育，伊就就是讲，嗯。 啊！什么转进到台湾呐、啊？转进呐！嚯、哦，已经作个讲的，我写一个万个转啊！车开来，咱台湾诶，写来转进到台湾吼、哦。其实用挂出来啊，啊！但是咱台湾命运吼就是这样子，很坎坷啦。我讲简单讲的是喏，因为经过咧华丽的事喏，各位讲书讲的无同，但是我会加强恁的印象。你台湾命运最初诶时阵，甲午战争。 迄个日本含强调，啊，咱第一次就含台湾、台湾偏和日本发生关系，就甲午战争嘛。即、這个中间内底，伊免啊来，我则当管理台湾，即咱过江苏话啷有讲过啊？好，这免过其他冲突。但是呢，伫安那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呢，把咱日本和咱台湾偏和关系，我过拉一点距离出嚟啊。因为安那呢，因为咱的某国战败。 啊，战败逃离的，啊，逃离的是迄阵啊，老实讲，咱的、咱的阿公、咱的时段，难唔知啊。整个住伫台湾即代这的人，六百万人的人口是呐，何去何从难唔知。就是咱的某国日本，佮突然间战败伊啊，啊要安怎？哇？哪会知？怎解释伊带遐遐乞食兵啊来这来这吼？互咱对台湾建立一个真歹败印象。 第一阵啊，的美国医生你是占哩啊讲？为啥不过来？美国医生呢？如果你俩按照战争来对吼，叫做主导攻击啊。另外，李往道你也是讲个台湾，台湾个啦，屋建啊，屋建啊，开日本本土嘛。但是呢，咱台冥民主总统注定嘞，别搞赛事，该讲啦，唔免台湾免个日本他们底下拼遐啦。我直接吼，工人的心哦，正个门啊靠头啊，我来讲屋建啊话，所以叫做越。 老讲是拢跳过台湾，今日台湾美国一下登陆去先咯，真显然嘛，著变美国实在占领国嘛，以后要搞哪国托管也好，啊以后命运安怎，迄、那个另外新的命运呐、啊，台当伊跳过咱台湾过，我见到话是，另外我见到话，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伊张就咱合约了是，偌济甲一九七二年，有无，二十多年尔伊著要政治解决，那个搞日本得等于啊，我见到话。 讲迄阵也是拢被尖嘛，咱台湾也是安尼，但是安尼咱嘞真歹运啦，都蒋介石嘞蒋介石啦，我只讲个蒋介石啊，即、這个集团过来，啊过来时呢，本来迄阵啊，咱嘞苗呢早会解决啦，要早会决啦，美国若认为讲啊无归去啊，迄、那个开罗先著讲战了时就归归去中国啊，无老伙子意思呢，迄个当初老即个意思呢，但是呢，汉奸爆发，个汉奸爆发嘞时喏。 造成在中山国家之脉，叫辟邪 c 就对了。因派军，和美国家隔线起来哦。彼种隔线无本来一种想讲台湾平和，要归去赢起来。哎，因为咧侵略起了，违背诺言呐、啊。因起来百万大军哦、喔，抗美援朝啊，抗美援朝以北朝鲜彼段啊，台湾美军哦、喔，底下汉奸见死不救，到尾啊，这三十八度山有无？安尼所以美国政策改变过，安尼好。 台湾地位未定，就是伊开始推了门，一、哎、直、那个进出来。台湾地位未定了，每阵啊，台湾会哟，迄个苗可能都比中国迄边啊好较侪呢，而且呢，也有机会啊。所以我讲第一就是，莫甲说伊个卖越早讲是咱袂难别呢，一个怎介说迄阵啊，P R C 迄阵啊无发生罕见呢？Ie, 老实讲，迄阵老蒋来讲要叫伊菲律宾啊，菲律宾七千几个岛吼，规日要用一个岛号做岛王啊，岛主啊，要做岛岛主啊，啊我到。 迄明伊冥冥之中著是爱伫遮吼，甲咱糟蹋遐侪东个啊！所以伫咱台湾咧，先上好嘅土地，拢爱用城管；上好嘅物件，拢使遮。不过死的时阵呢，更加待咱上好嘅所在。啊，生死拢干咧吞大伫咱台湾。你看咧，台美主义以后转型，怎义者来处理呢？你？ 中国过来先哦，相机卡卡炸炸啥？炸 L P 过来尔呢？啊，无炸土地过来。中国大陆的是连连炸一寸土都无呢。你有啥台湾讲咱这都国有个啊，都国有财产啊，什物国有啊？对是国啊。所以咱搞糊涂了。今嘛咱在下面一挂在咧讲哦，咱今嘛就要动心哦。嘿，做明白个呢。为什么警察咧创造？诶，你中华民国，拜你中华民国二队啊？ 你上去拍炸来咯，批过来，你当土地炸过来，诶、欸，还没如如了的时了伊嘞，因个奇怪嘞，你看什么光鲜、這個欸、啊？你较早你未动，诶，即摆还没如如了，因会时啊清醒了，无毋对嘞，啊因靠炸土地过来啊！台湾毋是你，你中华民国若毋是中国的呢？美国是才占领国，慢慢啊教育甲讲的时咯、欸，还阁听会进咱这是美国占领国呢，毋是你中国占领国呢？啊，你中华民国是过饱安呢？ 是用棺木都走来恁家呢？你是最大的难民呢？恁中国难民走来，阮只逐项来收留。啊，你说啊，七只棺木讲。啊，所以慢慢来说，诶、欸，这个观念吼即摆作侪吼，会且我听入来嘞，著袂敢简单吼。啊，什物什物嘞？袂啊,啊，你讲啊。最近呢，整个时代在变，咧，变。啊，都啊，的各位先吼、哦，来参加台民政府诶，我讲，不管恁是网络看着诶，啊，是啥呢？恁听。 亲戚朋友、同学讲的也是安那呢？有咱的同心讲，也爬不来。吼，咱不管呢，不管你如何安怎来，总是就表示你冥冥之中你有缘分啦。伫家落芸芸众生，偌侪人，你讲要叫伊啥哦？你煞說讲說啊！你你头壳发烧无？是毋是安尼？但恁竟然呢，会忍受真侪委屈，搁来排除万难。 来摆你上课，还有来请四文钱，为甚啦？啊！你这个委屈一定会得到报应，为啥呢？必须你讲，恁是时代咱的这个革命先行者，恁今日头前嘛，没有错。全世界咧追求真理的人，拢惊伫时代头前，对我的头前，对我的头前，就是上少数，而且呢是最孤单的人，因为你今日对我头前嘛。 所以咱在追求真理的心哦，那是干嘛？咱是少数的一群。所以我呢，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时间来点么搞？我利用这个机会是看一看咱的同心就对了。三心有信吼，带来共同沙格。为了大民众是叫你，为了咱台湾未来。阮一生拍拼几十档啊，对不对？国民党五人十瓦档，伊个民进党五,五人几十档啊，安尼。咱台湾何去何从？ 不能给带入正确诶道路方向去，所以民进党诶成立未是呢？咱抱有希望啊！即个本土咱台湾人啊，听到狂轰怣怣诶，因也是中华民国诶国民啊。啦。今日伊煞嘅时，迄个旗啊，用啥？把咱台湾放在十字路口，咱台湾坑烂十字路。各位恁知影民进路，你看，民进党当局是台湾坑烂十字路遐，迄十字路表示啥？无方向感。 啊，危险嘛、啊！你讲死字的话另外你还看,看红绿灯啊？你看写信心要撞掉啊！台湾就这样子。当初是民众啊，领导这的时候，把咱台湾更在十字路,路口，那是我那坚定我回险的路口。表示呢，要先行者的民众党遐，因为搞不清台湾何去何从啊。 所以今仔带咱台湾的今仔日喊喊妈落啥？若无咱谈民主起来吼？咱真正继续从骂拢讨伊，你知影无？两个兄弟咧，中国大陆咧相拍，拍了小弟啊走来即个是啊，啊用牙签咱压压，六十几冬啊，即摆讲讲兄弟要好啊。较早咱为着要反攻大陆无诶。阮即个啊牺牲性命、牺青春无伊诶，都是为了什么？要反攻大陆。反攻大陆不成，要反攻大陆啊！恁。 阿伯，别黄国道路阿恁，阮只拢为着你这政策去坐落诶！你今仔喊心咯，去中国道路底下那呢？喝红酒，把酒言欢，对对对，咱台湾人情何以堪啊！偌一人去金门马祖做兵，为何中国水鬼啊？甲你摸土，去砍土去，咱台湾人，咱台湾为虾米靠咧金门马祖做兵？为着啥会？ 为了反攻大陆，保护上面跳板的基地，黑龙江啦，咱底下填外侪啦，填外钢筋水泥，你知系无？把咱台湾做些拢上一代啊，结果什么反攻堡垒？你今仔日咧，因咧好强啊，含中国来来你你我我啊，因咧福利比咱只较好啊，咱台湾虾米，咱牺牲也侪啊，所以要转型正义，绝对要推回即地。 咱为啥要带人去听你做兵？我们要效忠谁？你是流氓的政府，咱要效忠流氓的吗？所以做的兵做，咱去做一兵，你唔掉也得无多啊。咱逃证书也是逃来咧，有在讲要这兵，听什么讲？那你迄落无经过我们的先民的同意，无经过咱的祖先的同意啊！按照国际法来，两当何你学、何你思考、何你算嘛？大清帝国把咱挂日本的是日本的是拿来给台湾国来。 我你两党，互你选择，两党啊！我开问，你要做大清帝国的清民，还是要做啊大日本帝国皇民？按照国际法来，两党了，日本来再问，做四千几个，要做大清帝国，啊，四千几个啊！你啊想，可是你啊姓什么证内底有写啥个华侨诶？我想在座可能拢无啦，有请的华侨，迄个是你的祖先吼、喔，别去做大清帝国个清民啦。 所以日本、美国是为啥讲？你爱请日本衫，伊美国怎样？日本的服装这世界是上好。的。所以我头要穿的时阵、哎、啊，急忙诶？哟，啊日本时代啊，啊有偌久啊，咱要对请啊。诶，结果请有呢，用上无比之喜爱呢。好、哦，第一请就真欢喜咧，就光要请咱本土大人，是不是？所以各位，恁若要请是不是？各位爱光要请另外叫咱周围人去请，这种就是咱的本命。 只阵两咧三四百年来，第一代,代表咱台湾人身份诶。话人讲、嗯、啊！若美国要过来，我无要做美国人，啥、欸、物人叫你做美国人啊？话讲含日本关系，讲伊若无要做日本人，哎、啊、呀，无要做中国人，啊，足、啊、简单，啊，你著是台湾人啊嘛。啊，台当然以后要交你啥物路？国际地位正常化了时阵吼，咱个身份会当咱家己人讲改变咱家己身份嘛？但你人生楚，这是日時美战嘛？ 美国即占那个伊一百二万以前，你咧讲个迄种家己情感上啊、感情上个想法啊，我要独立啦，我要统一啦，要什物碗糕啦，迄种感情上个讲法，你知影无？无济于事啊！你今仔日爱照法律行，美国今仔人会强，就是因为拢有咧照法律咧行。所以咱个各志门是对个，所以咱感谢秘书长个坐咱即个谈民主个去告美国，即条确实咱个生路嘛。你今仔讲还没选举？ 啊，他们选择因长伊生命嘛？你选择来中国诶，所以讲咱有机会，我难讲讲的是，你台湾人，你要讲台湾诶叫台湾人哦。啊，我若讲英语什么美美国人呢？啊，毋是安尼啊，你证件寄出来啊，你寄出来中华民国诶啊，我寄出台、啊國國啊、買買来台湾诶，来个中华民国，用到即阵吼，住北仔尾啊，特别袂用得啦。你著赶紧来清债啊啦！伊讲有影无？我话你用了几十张啊，无毋对啊。啊，几十张要袂用得啦，你讲？ 中华民保证离开台湾，因为台湾毋是伊个，伊怎讲哦？一个中国政策哦，中国迄边个那敌人啊，个咧鸟笑咧。伊讲你美国，为虾物？你着一个中国政策？那有一个中华民国伫遐闹闹说啊？美国讲好好好，我着聊即个，反正你也咧你有笑咧，啊，佮即边有咱台民照你也过呢吼，啊都 OK，好，我咧按照《金山会议》十三条，我一摆啊，我正式进驻台湾啊。 我履行伊个旧金山合约啊！各位，旧金山合约是咱目前吼、喔、法律位阶上悬的啦，领导这个概念啦。所以、喔，美国吼因国会通过的啥呢？台湾关系法，迄是国内法咯、喔，国内法因两下国会通过没有错。但是，旧金山合约毋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呀呢？是全世界四十八个国家国会拢有通过呢，也透过人代表。 来正式签字来签咩你敢啦？啊，所以美国也其中是轮子。所以今仔吼、喔，美国的贸易少啊，系、哎、啊。啊，台民秀过去、那、落、個，就咱何一些话法律或者相关的,、這個的這上。啊，即个咱用台湾关系法，是今仔撸来撸来撸来诶时阵吼、喔，撸哪股领大人毋知啊。无代表今天硬割过只事情就爆发出来，你一定爱解决。所以咱台民主就是美国内的对话的窗口、对口单位。所以其他黑龙咪是为虾米？ 换你来问过，诶，你我啊？换你调力啊，调医啊？就去调力嘛？啊，你也告诉你也诉求啥物嘛？啊，你问伊，嗯，啊，你也毋是去过，啊，你先问伊。所以其他遐拢毋是了，对啦。对口单的头面人物，所以即阵大家要有信心，共同为台湾拍拼。来。啊，有时间搞好了。